起善良，怎能让你为了我被碰伤？小小的手掌，厚厚的温暖，你总能平复我不安的夜晚。不敢想的梦想，他原来在前方。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能独占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哦哦哦，要不是你出现，我一定还在沉睡。哦，绝望的以为生命只有黑夜。台地文报告，你平常练歌会在哪里练啊？ KTV 吗？ 我平常都是在家里练，然后我都唱歌唱到很晚，然后那不会被邻居投诉啊？有哎，就真的被邻居投诉。然后我就自己研发了一个叫做衣橱练歌法。什么叫衣橱练？因为我被投诉之后，我常常会就是要飙高音，我就会害怕，所以这次就是在练高音的时候，我就是要飙的时候，我就把头插到衣橱里面。为什么插了米缸？因为没有，因为衣服纤维其实可以吸一点音，对不对？对，觉得有影响，自己唱起来比较不会心虚。不然有时候在练的时候就会心虚，就丢丢回去。如果在浴室呢？浴室不是别人的？没有啊，浴室水管更通。是哦，他在浴室会听得非常清楚。哎呦，所以这样子学音乐的人很辛苦了，除了在学校音乐教室之外，对，你平常都在家练习，根本没地方嘛。音乐真的是起头难，我女儿在刚学小提琴的时候，我每天真的是还要微笑点头这样，然后明明很刺耳。而且小提琴，但她现在拉得很好，就好像那宝丽龙的玻璃哦。对。哇，学那个学国乐的是，以前我们家住那边，笛子每天拿着脚，早上就在吹。拉二胡一开始拉也很痛苦。所以学乐器的人真的很辛苦啊。父母亲也很辛苦。很辛苦，所以栽培一个成功的音乐家真的多难、啊。对，大家加油，不要轻易放弃。